板野妖绝，你可以跟他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换房间。哎、啊，好、欸哦，我、啊，好了，你快进来好不好？进来了，我来了。当然 MVP 耶，打你吧。他会踢球吗？我忘记了，我忘了。好像进的都是板野友纪，那他有 MVP 应该就还可以，应该。可是他刚不是一直跌倒吗？呼，就是跌倒这样，呼跌倒。那是大叔太大逼了。至少他不像上次那个 MF 一样哦。只有一个好友吗？转不？不是你要转那个吗？不是要转那个吗？转哪一个？你问他，一直叫很吵，一直叫。我没有加好友。很吵。Yeah。我打开的。我那个时候不。Yeah。啊。可是女的应该不会叫吧？会啊，他嗯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开学第一个礼拜，就是那加退选，就是让你看你那堂课合不合你的那个在退选的那个，都已经读到第三年，怎么都不及。合不合你的口味？天平 I Benny K H L， 孩子们，交给你们的指挥官吧。我看我指挥官会倒成什么样？指挥官永远不败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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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勒，泰勒，是泰勒哎！哎，你老公哎，是你老公哎！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！泰勒，是你来有要耍白了，是你老公哎！泰勒，干 ！DM 在那边，不要这种。是你老公哎、欸，那个，我很开心。喂，太好了，这太邪了，邪了。这是界外球，客场队伍十一号球员前锋。哎，跟我抢球哎、欸、你，好呀、喔，你不要传给 DF 啊。那你以为我喜欢传给 DF 哦、喔？那就不要传那边。那我要传哪边？没有 DF 的哪一边都可以。都是你啊，跟我抢球，你抢我的接球，击败。DF 很鲁翔，就跟我们这组的 DF 一样。我们这组 DF 很鲁翔吗？有问题，有没有？你看，那不是我问题了啊。你看有没有？我们这组 DF 也很鲁翔。哪里鲁翔？别对面的 DF 就直接把球拿。走出去了，走出去了，我傻眼。这边空档很大啊！哎、欸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他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自己来。不是，我说对面 MF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看到。他是不是有点跌倒？都可以，他可以进吧？干，早该踢了，为什么要等？哦，谢谢。主场队伍继续持有球权。去哪？哎，好大啊！助攻，烂透了，暴走哥。使人暴走的暴走哥。明明对面空档一大堆，不是吗？啊啊，有了！哎、欸，你刹车了！这是一个守门员的乌龙！助攻！客场队伍六号球员中场。他们的守门员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让我们再看一次。哇，被按掉了！放松得很好。他到底是会玩还是不会玩？我觉得他打得不错啊，可是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他怪怪的呢？你说 FW 吗？对啊。主场队伍界外球，客场队伍四号球员后卫。呵呵呵，就是不给你。靠呀！那我要乱踢。啊！
看进去进去，我就怀疑你老公到底有没有在守门呢？你老公啊，嗯。啊、他们空档真的很大、啊、哈。他、啊、干嘛、啊？他有修日文。太低吧。进去进去进去。王能。哎哎、欸欸。他刚刚是被刚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啊、站在原地不动。他已经是被刚了一下。我刚也觉得他被刚了一下。我刚也觉得他被刚了一下。有没有看过那个阿布高和那部影片吗？就是睡在他后面，然后顶他一下，就站在原地不动。高呀！我刚也觉得他被刚了一下。嗯。哎、欸、，nice， 哦、oh, oh. ，没把握，这鸟季瑞，哎、欸，干扰传球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有老公在管不一样哦，哎、欸，呛死一个，哇，哈哈哈哈哈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老公出来了、欸，赞哦。刚好讲好像出狱了一样。来，给你给你，好，给你你的，我的，好你的，呛死呛死，你的，啊，菜到不行，叫你老公出来，叫你老公，菜到不行，干不带你干嘛、啊？What are you doing? FW 转存打卡 FW 在传啊？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我要打点点。要跟莱恩培养感情。干我打点点，你还要保存？他说对不起啊，都不用保存。喂，惨到了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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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wer Ranger！ 啊！没有人可以超我的球。哇哇！跑不过去，跑步太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、欸、有有有有！我觉得他还是当守备好了，他不适合进攻啊。哎、欸、啊！我传错了。跟你说，不要传给对面 DF 哦。Go go！ 哇，这个会进，这个会啊！不会，这个不会进，这个不会进。我没有超级守门员 Nako， 她老公也在这边，怎么可能进得去？她老公。你老公揍你！你在干嘛、啊？你老公我踢的，要不是我踢的，我说他、啊，我说那个 FW， 我就说 FW 在干嘛？你老公让你叫了，你有听到吗？叫了、啊、叫了、啊，你老公让你叫，傻笑。好，就 nice。欸、他踢出去了，不要捡，他踢的。我要捡，捡他血啊！我捡。我要丢给别人。哎、欸，指挥官，指挥官，你看漂亮，指挥官，你们，靠！拿刀啊！他踢出去。哎，真踢出去了，妈的！帅哥，帅哥一枚。我在最远的地方等你。好变态的感觉！哇，传多漂亮啊！给给给！哎哎哎！快给我最后一个漂亮的 nice 前进攻！哎、欸，冲他小！快给我一个 nice 的哦，这边激增哎！你冲他小，投你妈啦！靠，你可以投顶！中场 ，Gapen， 要踢什么耶？欸、来了来了，把握好机会，三秒打一波，首领巩固好耶！干，是要打几波、哦？我很怕踢这个哎、欸，你们会踢吗？我没关系，我们有专业守门人拉口啊。干，每次都是我进，你们都在那边搞笑。啊，我就没进一样哦。干，你第一球进，第二球就开始哎。哎、欸欸，我的是被别人顶出去哎、欸。
哪一个人那么会顶？连你都顶，专业守门员啊！咱们什么专业守门员啊？看一下，我倒了。哇，我觉得我们要有第一个，干你不要给我啊！哦，他给你们啊！他会扑啊，他会扑啊，他差点扑到了。对啊，好恐怖、哦！给你一点好不好 ，Nako？ 你老公在看。对啊，你老公在看，他说。他说什么？哭什么？明就哭的。完美无缺，哎、欸，每当你完美无缺都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也这样觉得。防住、欸，我不会踢，防住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笑。哇，这 FW 究竟会不会踢呢？我不知道，希望他进。拜托小龙，小龙哥哥，得了，哦，好，小龙不错，啊，5200NL 还是6200，哦，6200，喝太多了啦，进不了啦，耍溜啊，喂、欸，真的被我说中了，欸、喝太多了，这场我们的关键王牌来啦，指挥官，指挥官哦。出锤！指挥官要出锤了，不可能！阿宇看好，指挥官超帅、啊。他最后一球，啊！看到没？我到现在还没失败过。嘿，嘿 ，Who's the daddy？ 嘿 ，Who's the daddy？ 哈哈。完成100次铲球，那怎么样？就有一个默默惨人的地位。好、啊，我终于学好了，好了，我要回台北了。啊，这么快？就是 A 球之后可以把球留在脚下。哦，你要回台北啊？单寸大脚。嗯，这么快？拜拜拜拜。我要回台北了，我回台北再玩啊。好好，拜拜。等下我先学这个屌技能。啊，我不是想玩。学你的屌技能，我就给你玩啊。好吧，那我回去我要玩他那只叫什么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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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Airways Airways 对 Airways 他那只叫 Airways 对他那只叫 Airways 你差点忘记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有我真的用过那招技能啊！我自己在一个人对练的时候，我都同事，然后我试了一下那个守门员出来，然后对面就进球了。结束啊，结束啊，结束啊 ！S 将球留在自己。你们可以叫对面的守门员出来。不可以啦！叫对面守门员出来哪一招？那个只有拉口办得到。出来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踢球。哇，操控对面守门员，那超好玩。操控对面守门员，韩国的那个贿赂。韩国贿赂。没有人在。以后就出一只韩国脚，就是说付钱给别人他就出，那是他的技能。你有在看足球赛哦？专有技能。啊？还是你打一场，然后我去那个。哎、欸，邀我啦！干，你怎么下线了？干，我不是说不踢了。干，给他玩一场，给他玩一场，我收行李啊。好讲啊，上线。上线需要很多时间。哇，杰瑞。A 也可以把球留在脚下哦、很屌哦！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啊？你要打？明天几点啊？不知道，问一下正如大哥去。哦。他拿去。又怕哦吼！问一下正如又不叫。有人叫任杰。高中，我大学一个翘课大王叫任杰。小乐，我决定玩 FW。小伙伴基友，凯撒，凯撒，萨提亚，凯撒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说的是萨提斯吧？萨提斯，玩你妈 FW， 好脏哦，这局太脏了。我对你吼叫，对我吼叫，你去外面跪。你对我吼叫，你去外面跪。逼，你
一对我吼叫你去外面跪。啊啊，不要动啊！选手进场。等一下，我要掠夺人家的封地啊！开始，等一下，我在打竞技场，我在掠夺封地。哈哈哈！我完蛋了！哎，怎么那么快就来我们这边？关键性篮球是麦克威，麦克威关键性篮球。基瑞不会动，基瑞不会动，基瑞不会玩，基瑞不是你吗？我操！基瑞不会玩，不要传球给我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什么？你在干嘛、啊？我传球给你、欸，我在那边呢、欸。什么叫做我在干嘛？你刚刚原本就站在另外一边。加班呢、啊？收钱比较少，怎么会跟人飞？等一下，竞技场啊！别困哦，打竞技场，你别考、啊。哎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人家是把球给你啊？传啦、啊！好了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、啊。完全没有进攻力啊，这个。他刚刚这边出攻球的时候是用 W 传球。哎、欸，哎、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打竞技场啊！打你妈竞技场啊！搞喷！你觉得打你妈竞技场、啊？喂，指挥官呢、欸？嗯。啊，真可惜！哎、欸，多少投给麦克？麦克，基瑞，关键传球。屁呀、啊！刚我传过来我这边，王八蛋，萨提斯，哎呦呦，喂，哎呦，耶、yeah! 啊！傻眼了，傻眼了。那个守门员不是在这里。再看一次那个守门员做了什么？你看，去看那守门员做了什么？你看。哎、欸、靠！哦、这没品，没礼貌哎、欸。哦，守门员吗？对面的没礼貌哎、欸。干嘛按掉啊？明明就很漂亮。说守门员在你面前倒了吗？对啊。哦，我们的麦克威果然太厉害了。我最近很常看到这种画面，每一个人都会在周瑜前面倒下。哎、欸，他是力量型诶、欸。超赢了，球、欸、继续回来了。球，你还真的在打竞技场？我操你妈！有没有看到？没有你，我们拿了一分。啊！你有没有看到没有你，我们拿一分，那丑到的丑。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吗？我们看到守门员跪打在我的守门员出来扑球，然后没有扑到球，然后哲平就很开心的把球踢进去了。我们太菜了。哎哎哎！哎、欸，这麦克威有病。我去踢别人。阿比。麦克威太有病。阿比，哇，一比一，你一回来我们就失分了。对啊，怎么一回事？你竞技场还有没有次数啊？我在竞技场。关键传球。对。我错了。那个，你那个。那个。他这个干嘛？哎哎哎，你干嘛、啊？哦。没有，刚刚要顶球，结果太慢。顶你个肺啊！顶你个屁股啊！顶顶他的肺啊！干！哦！哇！我觉得你们要被进球了。啊！麦克威抢球了。抱歉。你也可以用 A 铲，因为我现在 A 的技能。真的吗？A 的铲球铲到的话，球还在自己脚下。哦，你学到那招了，非常好用的感觉。哦，被抢了。哎、欸，好像 OK。哎、欸，建勋，你知道我这几天？都一个人在都在练 DF， 你知道我会有一个习惯吗？怎样？我回防的时候会按 shift。我也会啊，就会习惯按啊。为什么？会爆冲。哇！哦。被踢到了。到对面。身份证、手机、钥匙、钱包。哦，傻提示，你们不上快一点，我也没办法踢了。棒啊！低调。散开！散开一点啊！散开！
哎、欸，我给艾利克斯了。谁都不能给艾利克斯。刚刚球王快要滚进门里面，超酷的！单场错断啊！库斯指挥官，库斯指挥官，传球给你指挥官。啊！我给艾利克斯球了。干嘛给艾利克斯？我不小心按错键了，我只想按 A 啊。哇，护士的 Daddy， 好，我决定站在外面。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太惨到嘞！哎呦，可爱的麦克，不好意思啦。啊，他中了！你们两个，你在守队友吗？哎、欸，你错人啦！干嘛要按 A？ 因为你不是说 A 很猛？刷提示，铲球啊！大干！大家都想按 A。好了，看看看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好。是这样，保持下去。冲他小。哦，我跌倒了。包夹一个，包他一个。喂，麦克 A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。你们输了。我们输了。问号到底？干，那这个他们要看。不要过来啊！让开啊！不要跟着球跑！不要追那颗球啊！嗯，啊！没有人啦、啊！居然还拿到球！哎、欸，回来！起来！希望。哎、哦！怎么射哦？靠腰嘞！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！啊 ，no！ 爆炸啦！爆炸啦！一下去不得，剩19秒。主场队伍四号球员前锋非常好。啊，这已经被截！哎、欸，没被截！太菜。三二一，三二，倒数了，最后球打稳。嗯嗯嗯，我跌倒了，我被击中了。麦克威在干嘛？好了，拜拜。我不值啊。很好，短球大师。积极吧。Yeah.